比熊吃什么？让它美毛发比较好呢？我可以建议给它吃一个卵磷脂，卵磷脂作用呢就是让它就是那个情绪更稳定，然后毛量更充分，然后就是滋润它的毛囊，修复毛囊，让它毛囊发出来的毛更好、更洁白。然后呢，可以适当的添加一点三文鱼熬的鱼油给它吃下去。